佢解除咗自己嘅限制。不管生物怎么努力，其成长却总是有限制的。过于强大的力量会给其主人带来负担，从而引起反噬，或者好像无底线的怪人一样暴走。所以神将生物设计成只能为了生存或是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成长的样子，那就是限制。但它却不同，平凡的出身，平凡的生活，只是一个毫不特殊的普通人，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了枷锁，破坏了限制。最强对最恐，动画《一拳超人》第三季制作进行中。